林心如罕见放闪，她29日在网上分享在家里看剧拍的电视荧幕画面，照片中就是老公霍建华主演的宫廷剧画面。她还骄傲写下：“我真的也算是一个称职的观众了。”用行动支持老公也闪到网友。不过其中一张引发热烈讨论，就是华哥在剧中这让人有爱有恨的经典扎龙笑。华哥在剧中多情又无情，网络播出时，他还曾一度大骂看不下去，这次又重温整部剧情，被网友笑亏看了不会讨厌老公骂，看了会恨他骂，到后面会指着荧幕骂。皇上算不算是渣男，也有理智网友大赞华哥太会演，才能让观众反应这么大。而反应大的不止粉丝观众，日前林心如出席活动，爆料好姐妹林心蕾也因此想骂骂华哥，这也显现华哥的深厚演技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